风格可能也会有不同哦。啊，在男生我们前面看到一些难度动作，爆发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不过蹬脚啦、分脚这些比较需要柔韧性的动作啊，是吃足了不少苦头。那现在看到女生啊，女生在这方面柔软度先天上就是比男生还要好。啊，第一位选手是谢逸凡啊，他是和美高中的选手。来讲就比较吃力一点。右脚不错，左脚分脚也很好，所以女生在做这些动作就显得是比较轻松了。没错。半转，好，这个也是有稳住。这动作对女生来讲也是不简单。谢一凡的演练不错哦，没有太大的瑕疵。角度有点危险。9.11分，蛮高的分数哈，他的这个难度分全部拿下了，那质量分被扣0.3。